Thank you.
高雄市中华艺术学校，那当然很高兴，就是我们拿下了双金，创意组跟专题组都是金牌，那当然还有二三名也都有，那当然很高兴这一次我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指导，那当然还有其他老师还没有上来，那其实真的很高兴，都把这些讯息已经传达给他们了，那也谢谢就是主办单位能够办理这样的一个这么有创意性、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那让学生能够充分的表达他们的表现他们的创意。我们是代打高工，对，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发扬出去，让每个家庭都能够使用到这个工具，对，因为它非常的方便，而且能够让大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亲近，还能创造出那种独特性，自己家里都可以制作，它应用范围非常的广泛。那大家感觉是大家心情？谢谢老爸，这是我们指导老师，老爸，然后谢谢我的爸爸妈妈。谢谢各位同学。对，谢谢爸爸妈妈，然后谢谢老爸。就很开心啊，就忙了这么久的时间，每天放学留下来做，终于有一个成果，可以证明我们自己的努力是有所收获的。我们是台中市来的国立雾峰农工，那我们是电子科，我们这三位是电子科的，那两位是机械科的，对，那我们五个人合作出来了这支专题。困难的部分，因为这只狗狗我们当初在制作的时候的确碰上很多问题，我们使用了一些比较新出来的产品，像 Arduino 的部分也是我们自己接触的，那在马达的部分我们也自己去找了伺服马达，而不是学校教的一般的布记马达，所以我们的确碰到很多问题，那我们大家就是脑力激荡，再加上上网去查资料，就去把它做出来。我们是那个国立台南佳琪女中，我们这次有创意有两组，然后专题有三组，都有很开心，都非常的都有入围这样子，对。其实这个过程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孩子他本身自己愿意付出，然后学校老师都非常的帮忙，对，所以说才会今年成绩还算不错，算学校有交代这样，学校给我们的资源也很好，所以我们背负了很多重责大任这样子。我们是园林家商的家政科师生。今天怎样心情大家非常的惊讶也很欣喜，是我们在高中我们要揣摩那个，因为我们以勾出经典为目标，所以我们以就是想要勾出很符合实际绿野仙踪的那个比例的一个玩偶，所以在勾制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是在于说就是怎么样去抓出那个线条弧度，就是作品的成品的一个线条弧度来符合那个实际那个人物的一个特色。我们会如果譬如说这个同学会勾这个织法，他就会教给我们，就是如果我们也需要的话，就是互相学习互相教学，然后分享自己的会的东西，然后就是中途的摩擦可能就是会有比较快速比较慢的，然后我们也会互相帮忙，就是譬如说我勾得比较快，我就会去帮忙比较慢的同学，然后可能因为我们是部分然后再组装，那我们会互相帮忙，然后譬如说我在勾，他就会帮我拍摄我的制作过程，就是我们主要还是比较互相帮忙，不会有太大的摩擦。高雄的中山，是，那今天得到得奖的感言，很开心，就是对，超感动的，努力终于有收获。过程当然是辛苦啦，对，但是就是同学自己的一个积极度，对，那就是都很能够那个激发自己的想法，也勇于表达，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棒，对。最大困难是那个创意发想题目定的部分，对，所以这个部分让我们有花了蛮多的时间一直去修正，对，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决定题目的那一个部分跟方向是稍微难了一点，对。整个活动啊圆满的落幕了，那我们从参赛学生的这些作品当中哈，看到我们高职学生啊对于这个务实自用的这个落实，以及我们这些专题制作的这些作品啊，它的水准啊，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技职教育的希望。那我们希望
这样的一个精神能够持续的延续，特别是在创意的部分。那有些学生的作品得奖，特别是这些得奖的作品啊，我们应该进一步的考虑，应该把他们辅导学生们去申请专利，然后进一步能够把它商品化，这是我们未来可以更进一步去努力的目标。103年学年度全国高职学生的专题暨创意制作竞赛，很顺利圆满的结束了。那今年将近400件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高职学生的一个创意，跟他们在专题课程上面的一个努力，很多参观的长官相关的人都认为我们的学生的一个作品，表现并不输给大学生。那我想这就是我们职业学校的特色，配合我们教育部的技职二期再造方案，希望提升我们高职学生的一个实务能力。那我们就透过这专题制作竞赛跟创意制作竞赛希望能够作为我们技专端的一个实务选材的一个标准，让我们的学生不用每天准备考试来进到科大，而是把他们专业做好，让他可以顺利的保送进这个科大，把他们在高职所学的技能能够在科大能够再做发扬光大，未来能够到业界做一个非常合用的一个人才。那我们非常高兴今年的竞赛顺利结束，我们希望明年的竞赛能够更多好的作品，能够更多我们同学的创意能够在这边展现。我们欢迎各界的长官，我们各界的关心的人都能够参观，让我们学生分享我们学生的一个成就跟荣耀。谢谢。我们着重在学生他在3年所学，能够把他3年所学的东西能够发挥出来，那当然这中间就包含了他跟课程的相关，还有他的一个创意性那这个一个做的东西，我们希望它能够结合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它在日常生活或是我们平常我们使用到的东西能够在这方面去思考怎么样让它做得更好，那怎么样做更有创意我想这个是我们评审关心的。我们要的不是说学生去把它做成一个很研究像个研究生这样，这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是实际的作品，实用的然后有创意的我想同学们可以朝这方面去思考。